第三位那位看起来很耀眼的鞋子，是这个女生呢，只有机车骑士才能娶她。我以为你要骂她，只有机车两个字可以形容。那你刚刚说要机车骑士这种燃烧型的情人的话，意思是说，男生如果约会的时候看到女生穿着这样子的鞋，这个男生要心里有底，就这女生爱起来是很发狂的那一种，很发狂，而且也很挑剔。所以这表示这女生的感情生活可能会波折比较多一点吗？对，也有可能会闪婚。是最好是浪费狂。请问你觉得你得了几分啊？我觉得我应该蛮高分的。你觉得他不会夹怨报复，就是把你设为假想敌，要给你个烂分数？应该不会，我觉得鞋子应该他很公正。好，那你说你大概得几分？我觉得我应该有90分。你大概90哈，来，请把牌子拿下来，看看你自己几分吧。好高哦。才99，好开心啊！花钱真不手软，不是，而且因为这分数是大 S 给的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圈内，我认为就是女明星鞋的品味真的是可以跟我。不要抢鞋，不要抢鞋。因为我在台湾每次的鞋都被他先抢走，只要有人打电话说徐小姐我们有新鞋，然后我过两天再去，他们就说哦已经没有你的 size 了，然后我就说谁买的？他们就说刘真老师。那你为什么不？因为有一次我正好在楼下吃饭，在那个百货吃饭，鞋店就打电话来说我们有新鞋，我想说啊，赶快冲上去，今天老娘正好在楼下，就一冲上去呢，我就说刘真老师来了没？他们就说还没还没，这次是你先。可能他们打来，我就立刻上去，是巧合吗？结果过了大概15分钟，一转头，刘真老师就在门口说：“你这个恶魔，居然还敢来！”因为大 S 真的，你听说敌人到了，你就赶快赶过去吗？对，我就一进去，我就看到，我先看到一个长头发的女生是范范，然后一看，我就因为大 S 在试鞋，所以她的范范只是扮演门神的作用。就是我没有看到他的脸，但我看到那个女生正在穿鞋，然后看到脚上那双鞋，我想说那不是我的鞋吗？怎么在脚上？就一抬头就是大 S，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：“刘真老师，这次我赢了。”哎，这那鞋店犯规啊，因为是你要鞋，他怎么可以让别人先试穿？对啊。那 你无辜什么？不是多年了，你他被你抢走了。所以你们姐妹两个有个原因恨刘真呢？有啊。可是总量接近400双，应该要打败大 S 吧？打败我？生气了。我需要辞职吗？因为我的鞋柜啊，大概可以睡17岁的少年3个人呢，睡在我的鞋柜是活着是吗？活着。那个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分数最高的那位。哎呦，请看！哇，真的太浪费了。他们进口的时候有设定说这个是刘真的吗？我觉得上面有写我的名字。上面有写你的名字这句话，你是学大 S 的吧？没有啊，大 S 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吗？是啊。那你听到他这样讲，不会觉得连这句话都抄你？我知道他是我的信徒。我是假的。这双完全没有写刘真的名字，哎，写的是谁的名字呢？是写我的名字。那就物归原主啊。不是，因为你们真的请大家评评理，我不是在讲闹脾气的话。这双写谁的名字？刘真你过去换上这一双，我们看看吧。他穿不出来这个灵魂的，因为你今天的衣服完全没有办法，这就是小 S 的了。不是，你穿得下这双吗？那你去那边换。他脚超小的，因为你撑不起来这双鞋的，你撑不起来。刚好今天穿的洋装很简单，对，决定流苏就会超好。这双鞋
的生命耶。所以刘真，你穿这双的时候是比方说比赛吗还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类似像那个 S 这种很简单的 one piece 的黑色。你看他又在 follow 我的品味。没有，是因为这种鞋它就是，而且你有看到我让那个流苏整个是有生命耶，真的就是你不会的，就是他常常在原地这样急急的踏步。刘叔，他是只是慌张。我没有，不是因为你看我若急，你看刘叔就不帅啦。不是不是，刘叔是属于帅气的生命。我有疑问，如果这双鞋这么好。为什么他会落到刘真的手里？对呀，干嘛你在店里不买？因为我平常真的日理万机，我没有时间逛街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双像他工作量那么少的人，他一定有很大把时间逛街。而且这双台湾买不到，这双是我在香港买的。所以大家都是出国的时候就是猛逛鞋店、猛试穿，对对。怎么样？你要证明给大家看这双鞋不适合你吗？这双鞋适合我，那你拿去那边换换看。可是我今天穿这样。我试试看啊，不要被衣服绑住好不好？重要是人的个性，我今天穿什么我都可以驾驭它。哎，驾驭鞋子，让它驾驭，加油加油！开始开始，那个灯会自己会低的。是的，它哦，你看没有生命就没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穿不一样。为什么生命就没了？流苏心情都不好，你看他，他们都垂头丧气。不是我偏心你，好像你比较适合。没有，因为他就是穿一整套黑的，不是衣服，是整个人的那个流苏。你看他们都垂头丧气。没有，你穿上流苏都翘起来。刘真没关系啊，那个小柔有一双流苏球鞋。不要，这个也是很好看的，好吗？我承认黄色那双非常美，鲜黄色。OK。可是。鲜黄色前面这两双我又觉得不行，就银色跟桃红色的这两双。可是那一双好像你姐也有哎，其实也看着也蛮漂亮的。没有，看错，我看成是那双Gucci的了啦。可是他真的非常爱买，是因为像我很少去逛街，可是三次里面有两次都在百货公司遇到他。我们就在试穿，然后就一转就用余光感觉到那个人好眼熟，一看就刘真。他又来跟我抢，然后下次又在市场，然后又刘真又来，然后他就每天待在鞋部门的门口，对，然后看女明星买什么，他就跟在后面买，没错，一直发了我们的品味，没有，我都是新买的，所以是没有工作吗？就一直在百货公司，工作量超少啊，你去多多练舞，不要一直在那边乱买东西。